这个他这大肠指甲盖，哎呀，你这个脚啊，有点灰指甲的发展了啊，有点灰指甲的感觉，有点增厚了一点。终于开始上班了，那是我在家待着就想上班呢。是啊，我怎么待不住了，在家里待着。哎，我操！我一直待着三年以后，我在家里待着血压都待高了，我操！你啊？嗯。啊？嗯。以前没有。嗯。不运动，你知道？吃完饭就玩手机。上班真好，还能上班休啊。挺快的，你这。哎呀，没有，最后这一下没坚持住，就是没。今儿状态有点不太好啊，太累了，怕出血。这个就是大的小的都在家里哈。哎，对，我今儿从10点多一直干到6点，下午2点吃的饭，饿得受不了了。小的，这指甲盖长得都是挺大的，这指甲盖长的。我自己看都有点恶心。自己都嫌弃自己的脚了。
老人带老三了。你这个属于是太典型的欠劲儿。昨天才正式完成。嗯，昨天才开始干。